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兽，我是 Pop Can， 我是大毛。今天要介绍的是所有观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期待已久的 S Plus 必要蓝地对战族。大毛，以你是 SHM 与 SHF 的玩家收藏家来说，用你的角度切进去，为什么这一支必要蓝地让大家变成是一个梦幻一品，甚至跟大红莲有拼？我觉得蛮主要的是说，必要蓝地它有出 SHM 的版本，也会发亮，然后也是可动，然后也是涨到蛮高的。但其实真的要说的话，说实在S Plus 这一支，这个完全还原度非常非常高啊，因为它的灯的部分还是呼吸灯，这是完完全全忠实的还原必要蓝地的部分。那因为必要蓝地呢，它整支的气势其实在 SHN 上面是相对是比较小支，因为它做成可动，那在可动的状态下它是有限制性的，但在 S Plus 上面把它做出来完全还原到一个极致，所以我觉得它会成为梦幻一品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第一个真实还原度够高，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有诚意。我们光看这两组的灯好了，尴尬。那这也是我之前我在影片常说的，就是 S Plus 它每次出哥吉拉的背脊发亮。再来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就是 SHM 的必要蓝地的头是不是没有做出这种斯文感？没有，对不对？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嘴巴是比较属于比较普通的粉红色，很像是你在吃那个巧克力那个里面中间草莓的那个线，有没有？对 ，X Plus 就感觉就比较写实，它是真的做得非常的真实啊，做的真实度真的很棒。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 SHM 的玩家跟 X Plus 的玩家可能互相会。看说你那个又不能动，我这个细致度很高，对啊，有时候常常就嘴两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这样讲，我们追求的是那种可以玩哦，可动这样子，但是像这种东西，就是最后它就是摆在家里长灰尘，连我自己家的骂我就对了，没有，其实我是亲的很辛苦啊，我很爱 SIC 的假面骑士系列，对，假面骑士系列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可动性很高嘛，但问题是你没有那个时间长板。所以它到最后，它还是会变成一个展示品。所以其实相较于到现在来讲，比较长大一点的我，其实对于 X Plus 还是存在着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心情，因为爱是它的真实性高，模拟度高，就是整个很棒很完美，但是就是不可以动，这是我恨的地方。但如果真的要讲，其实说实在，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真的价格太贵了，真的是买不起啊。还是玩SHM、欸、可是话不是这么说啊，哎、欸、SHM 的必要蓝地不是涨到1万啊，对，但是、啊、我们刚开始的入手价没有那么高啦，相较于 X Plus 来讲，所以我们应该说是我自己来讲啦， SHM 是我比较平易近人啊、我可以直接买，就第一手先入购的话是比较不会痛的，但是 X Plus 当然它后面的涨幅，只要它是很经典的梦幻一品，哇，这样甚至贝奥兰蒂现在是你有钱不一定买得到。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入手价没那么高、欸。可是我上个礼拜有遇到一个玩家，他告诉我他10000多块就买到贝奥兰蒂，运气好，怎么可能？哇靠！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怎么收的好不好？今年过年。送的吗？不是，今年过年啊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我真的很想要，然后正好在奇摩有一个卖家有卖，他是放31000，对，然后我真的是非常奸诈，我跟他说要过年了，你应该也需要收点现金吧，对啊，我就跟他说25000好不好，好啦，我知道一定不会理我，对吧？对，一定不会理我，对，结果我就想说啊，算吧，反正就有缘再说嘛，就等了一阵子，结果他就讯息我说一口价28000，结果我又回他25000，大概又几天，反正真的快接近除夕，他又讯息我，是好啦，25000，大家好过年啦，太棒了吧！所以老哥现在在告诉你怎么买东西的时间，你知道吗？是在大家最缺钱的时候。除夕啊，就是盯到除夕，快除夕了，大家一定会急着想脱手啊，换现金。
所以就是我常在我的节目说的啊，最好是追预购。那我们现在今天又讨论出一个新的，最好是追除细节。对 ，OK， 今天的大叔聊怪兽就为您介绍到这，谢谢。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别忘了按下喜欢。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